为什么流那么多？可以动吗？我师姐哥都没力气养鸡炸，太配合了，我们帮你，不要在那边念了，好不好？是什么让警察杯杯大崩溃？等他稍微状况复的时候，帮问他到底是跟谁发生纠纷，他你朋友啊？是，他是你朋友吗？ 新北芦洲捷运站经传持刀伤人，一名林姓男子疑似酒后与朋友发生纠纷，对方随即掏出弹簧刀攻击，林男因此受伤，倒在芦洲捷运站前，远警或报赶警帮忙叫救护车，把被害人包扎送医。大声啊！好几个在那边讲话，警察很快就好像很快啊，救护车了，抬走。嫌犯也在案发后两小时落网，声称是对方说话没大没小。 态度嚣张，没把他当大哥看，一怒之下才会持刀伤人，冲动之下的行为也让他吃上刑责，被警方依法逮捕送办。犯嫌被捕共生了，与被害人在信义区饮酒砍家过程中啊，认为被害人出言不逊，遂持刀攻击对方。